颈椎病的保养，那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日常的姿势，包括我们的功能锻炼，这个是最重要的，就是包括我们平时姿势的注意，比如说尽量减少我们的埋头的时间，伏案工作的时间啊。另外呢，增加一些颈部的一些运动锻炼，比如说像我们的游泳啊，然后还有就是打羽毛球啊，然后还有就是我们颈椎的各种健身的一些操，比如说我们米字操，然后颈部的一些旋转运动，然后呢还有一些比如说对颈椎有些不稳的一些患者，可以适当考虑做一些静力型的肌肉力量的训练，就是抗阻力的一些训练啊。当然这些的建议在我们有专业知识的人员的指导下进行，因为颈椎这一块如果锻炼不当，它反而会引起一些更多的一些问题。